taking chances tonight. I'm open my. Hey, 大家好，我是胜勇，今天就是我们第一期的 Vlog。我们今天就要去我们的外婆家了，可以。就是这样。Hello， 你在这儿吗？又不见你，每次都骂。你要坐前面还是坐后面？好，坐前面，让你拍吗 ？OK， 现在我们就要去吃东西了。来到我们吃东西的地方，好，我们去丢垃圾。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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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收口，你们都在回收口给人家粘完了。你来拿，拿不到。OK。我踩到雨。妈妈，这遥控不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吼哦，拿着相机，拿着。哇，你也这样大力啊！我哪里知道什么树？带好啊！啊 ！I don't know。怎么要我去找？现在我们吃完早餐就准备继续上我们的路，就准备回去我奶奶外婆家，就大概还要整4个小时才回得到去。我们终于到了。啊，梅娘子，那个纸要拿下车吗？阿公。哎。哦，你买这个。哦。要不要走呢？哎。哎，那年年的这个吗？高姐，贵姐，贵姐，最好。对对对，多久了喂？
鸡没有。那谁带一回？要去去吃去吃啊！哎，你好，我来。阿拉，阿拉，看不到我。哥你，就到了啦，然后冲浪线今晚再。有可能今晚会出去，所以再看啦，就是这样。Hello， 现在来到我外婆家的稻田。哇！Hello， 爸比 ，Hello， say hi 一下。他不会讲话的。然后我们驾摩托来了，反正在甘榜没有人会理我们驾摩托，是不是？是不是？讲。OK 啊，就你就继续驾，我们就去走啊。现在大概是，现在大概是六点这样啊，然后。现在是年尾，所以还那些稻田还没成熟，种了一半，种到一半，等下我们去前面再看呐。OK。Hold it tight, 'cause you're the only thing that I can't lose. I never needed you to give me things. I never needed gifts or diamond rings. All I ever need, I need. All I ever need is here with you. This place where we can go, where it's always shining like the snow.现在我们就来到，因为我外婆家是在瓜拉古拉，所以是海来的，所以就是这边就是海了。然后还有一个天桥，看到吗？那是通往两边港的桥哎。然后这边就是海了，一望无尽的海。然后这个，哎，有点暗。哦，这边的海，这个照片超美，我觉得。下来。其实我外婆家就是没有什么好玩，可是就是有海，有海就是好棒。可惜是不能游泳啊，这边不能游泳啊。对面就是另外一个村，也是那个是专门捕鱼的村来的。这边就比较多马来人啦、啊，如果是对面的话，大多数都是华人来的。还有一个庙在对面，你看到吗？那个这个白白色的东西就是燕子屋。养燕子，不是什么地方都看得到啊。旁边就是马路哦。
每家人看着我，感觉会很多人看着我对这个相机讲话。哇，来到我到，哦，这边还有一个配料嘞。不过我也不知道坐，再坐下去会烂掉。那已经有声音了，再坐下去了，我再坐下去会烂掉。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0点多啦，然后我们今晚就睡在这边，这边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的，因为我时常就是睡在这一边。天外面还下着雨耶，比如说我在抓蚊子，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先到这边啦，我们会在这边住3天，今天第一天，拜六礼拜还有2天啦，所以今天就是这样先。今天我们只去了海边还有稻田，明天再看啦，就明天见，我要去睡觉啦，所以拜拜。Hello， 刚刚冲好凉，然后现在大概是6:30这样啦，现在其实已经是第二晚了啦，今天一整天没有什么去哪里，所以就没有拍啦，叫我们准备去吃东西，所以我们等一下吃东西见。Oh my god， 下雨了，姐姐要讲去吃东西，倾盆大雨了，现在是下着大雨，可是没办法，还是要去。现在这样大雨都要去，是不是？没有办法，没有晚餐吃了呀。这是我舅舅。喂喂喂喂喂喂！我镜头死了。爸爸嘞？弄死我镜头啊！爸爸嘞？欢迎弟兄们到吃东西的地方，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感觉好多人。你那听着我讲，你要乖乖讲，你要说乖乖讲。哇，这样多 notice 哦，怕人家看不到呀。这个我们是在 No Target 的走车，这是怎么选？嗯，还有啊。Walking down the shore, diving head first down to the ocean floor. Your dark brown eyes reflect fireflies, living bright nights, getting me high on life. It's a night to stay up late. Things we have to do can't wait. We've got catching up to do. There's a glow.吃完了然后回来了啦，所以今天就是这样，也没有去哪里啦，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拍的，就是这样。
刚才我们吃的东西也不是很多，我们七分钟就解决完全部食物了，所以我们真的太强了，强大。那你的虾饼是现在要去吃，那个就不拍了，所以明天再见，拜拜。嘿哟，刚起身，我们准备去吃东西啦。我不是跟我妈咪去，我是跟我外公去吃东西，去吃牛肉粿条，所以现在就走。OK， 我们终于到了吃的地方。切，感觉有人看着我。刚刚吃饱，现在准备回去啊！我现在也是差不多要回去 KL 了，等一下就要回去 KL 了。拜拜阿公，拜拜阿妈。拜拜阿姑。You got a smile that makes the sun rise. You make it shine. But I can see that you don't realize. And that's what made me fall in love.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拍 vlog， 所以不好的话就请见谅啦。所以这一集的 vlog 三天的 vlog 三天的
我们就到此结束，所以是第一个 vlog 哦，别忘记，所以我们下一期再见 ，Chill Ride。